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西施的出场动画终于改变，不再那么傻屌了。另外还做出了一些调整，增加了技能的输出伤害，不过控制效果降低了一些。新模型看着跟以前没什么区别，不过水灵了不少。新增了记下全屏背景，手中有白莲花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就是公孙离的新皮肤无限欣赏官，是一款非限定史诗联动皮肤，出场动画居然是一段舞蹈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We don't talk anymore. All I need. No, we don't talk anymore. All I see. Driving slow on Sunday morning. I never wanna leave. 显而易见啊，非常尬的舞蹈，并且建模师和原画师又一次干起来了，而且建模师完胜，原画这么漂亮，他是如何做到把建模做成丧尸风的？皮肤没有一点血色，并且整体都和原画差得很远。有可能上线之前还会优化，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就好了。技能特效类似阿珂的节奏热浪，都是现代风，普攻特效感觉一般，就头顶的标志有明显改变，丢出来的好像是宝石。这款皮肤其实技能特效才是亮点啊，一技能不知道是不是 bug 啊，释放技能的时候伞在离开公孙离后的活动期间是紫色的，并且伞有水晶流光特效，伞飞到公孙离手上的时候变成了黑色，所有技能都是这个效果啊。其中二技能还是相当好看的，一三技能的效果差不多，都是水晶流光特效，人物脚底呈现创造营的标志，局内特效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这个建模和黑伞太毁了，也有专属的回城特效，应该是活动获得的。这款皮肤后续也会像阿珂的节奏热浪一样推出新源皮肤。公孙离的这款无限欣赏官将在9月10号上线，大家可以通过相关活动获得体验卡，体验这款皮肤一周，上线时间是9月17日，首周折扣价710点券。照目前的表现来看，这款新皮肤应该买的人并不多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